教练，你有男朋友？你谁啊？哇！你说谁呀？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跳高啊？没什么理由，就是喜欢。别人都说我不行，我就跳给他们看，就那么简单。真像个小狗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比你们晚半个小时。哎，看来我还是老当益壮啊。哼。哦。行了，你去找你同学吧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吗？我们在半山腰租了一个别墅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吧。我去干什么呀？我跟你们又玩不到一块儿去。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。走啊。去半山腰也是这条路。你不是怎么知道？吴教练，我们学校再见。我们来玩折手指吧。我们六个人依次说一件事儿，如果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或者做过，那就先折一根手指。先折满一只手的就得受到惩罚。啊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我没有女朋友。教练，你有男朋友？你谁啊？朋友啊，不是女朋友吗？女性朋友我太多了，这怎么就没有了呢？耍赖，你这是谁耍赖？韩蛋，该你了。那我自爆一个吧，从来没谈过恋爱。段雨成，你撒谎。我没撒谎，我没谈过恋爱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没谈过恋爱又不丢人。不对，我也没谈过恋爱。那你能跟人家比吗？过分啊！你说一个。好好，我来说啊。还从来没有人跟我告过白呢。嗨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段雨成，你又撒谎。我没撒谎，真的没有人跟我告过白。不可能吧？我向你保证，保证。没有人跟我告过白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？这个叫什么，那个什么什么效应，反正就是说太帅太漂亮的人反而没有人追。晕轮效应，晕轮效应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为晕轮。那来呗，来呀来呀，快来，等你啊。哎，罗教练呢？来，到谁了？罗教练，快快快回来，就等你了。来，该适应了。